10分28，你已经找到了。没有，我就是重复点那一幕啊。那洗掉就点。哦，洗掉就点就会亮了。它那里就三个大区块而已啊，绕完也才。哦，再绕再绕一次菜。啊，你有特写菜吗？就有一些有特写，可是有一些它已经被拿得差不多了，那也没关系，那就是空盘。你要空，我想说特写空盘，这个动作要小心，不要这样撞，不要晃。好，现在为大家测试的是 GoPro 5啊，还有 G4 Pro。那我们把它这个直播呢跟大家分享，看看它的走路效果。你务必要走好一点，不要乱走，免得人家以为是我走很慢嘞。明明是东西不错的，可是技术不好，走差了，那就可惜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再走一趟。你就把它当做新手，就可以走出这样的效果，这样。被掠夺完的小熊软糖，为什么要上门滑进？巧克力屋，桂林小姐，你不要躲。不要不要。问什么？陈先生，陈先生不要跑！陈先生，为什么你那么晚？你要赶快，要做最后的冲刺。陈先生，你要去哪里？走那么快干嘛？没关系，反正我要拍，你就让我拍一下。真是有点烦哦。小慧妈妈，耶！哦，你们躲，没有了，这个不是直播啦。这，歪头歪头。超肥。啊，虾子的话现炸。啊，烧啊，对，要烧等一下，我马上出来。哦。你要想什么？怎么了，陈先生？他坐在脸上。
直进去了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你看，可是，我上面好吃。你也很饿哦。干得好，陈先生。反正等下就要回家嘛，你们要睡一点。下杠的台湾雕，近距离正拍，看你不进去的，所以最近是这样。万事顺利。没关系，看追着走。追上！干嘛这样？干嘛？你要被万年 boss 的贡大业贡献一下。跑得跟飞，
去了。